大家好，今天天气不错，不冷也不热。法兰盛音乐家在街头演奏，像这样富有艺术细菌的音乐人员，大家应该多施舍一点，比给那些讨了钱买酒喝的流浪汉要好得多了。这个是长江超市抓过的小偷，此刻他正在翻垃圾，试图找点什么。这边警察正在驱赶流浪汉。那个流浪汉是干嘛的？刚才？啊？无恶不作。他在里边捣乱了是吧？我问一下。啊。这车停在地上不可以哈？没有说。可以。那个人经常过来捣乱吗？他不是，他是流浪汉。流浪汉，挺麻烦的，经常过来哈。他在这边偷东西吗？要钱，那客人要钱。我拍外边。超市买点花生。红包大两包不给，红包大两包不给。给我弄两包花生。啊，两包花生。不能啊，不能装啊！啊，你现金啊，不能出现金啊！
来，你刷卡不行？刷卡是两出券不行的。刷卡是多少钱？不是两出券不行，不可以刷的。两出券？可以没两？没有，没有的。信用卡？信用卡对。我还是叫过来，我们本来就上这个。这个大主要。啊。